张震岳这首再见啊，首先呢是 G 调的和弦，左手用到的和弦 G 和弦、G7 和弦、C 和弦、EM 和弦、AM 和弦、D 和弦，还有一个 BM 和弦，这是比较简单的和弦。右手的切音节奏比较简单，一共两拍，第一拍呢直接下扫下，第二拍呢是切上切上。不会切音的我们学一下，就是食指往下扫弦，这个大鱼际侧面快速压住，一二三弦捂住，切上，再来一遍，切上。好，我们练习一下，下切上下切上。好，我们示范一段。